我今天的早餐是路易莎的火腿起司专压吐司跟庄园拿铁。我林达起床了，你怎么自己起来了？是怪宝宝。你说下午三点吗？发问，请问有人家狗狗也会这样咬你们的衣服吗？就是小小的咬，没有咬到你的肉，但就是咬到你的衣服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可爱，你是小麋鹿，小麋鹿。他刚拿这个，然后要炒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你的那些什么大蒜嘞？他就说不用啊，就这样下去，然后加盐巴啊，这。对什么对？这是在干嘛？是这道的落盐炒高丽菜，啊，可以用落盐菜。好可怕！一般的 vlog 炒菜的时候，应该不会拿锅铲保护自己吧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常吃外食的原因。这看起来是上面有虫吗？这个哪有？这是他自己做的哦，不是我弄的，这超好吃。Come all ye faithful, joyful and triumphant, come ye to Bethlehem. 我们现在要出门了，我今天穿了一个 Uniqlo Fari 之外，外面穿的这一件是。我之前在日本古着店买的 Tommy 的一件上衣，它就是一个薄薄的长袖，然后袖子这边做一个条纹的设计，它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 H， 但是我现在拍不到。然后裤子的话，我今天穿的是 OIIV 之前的那个渐层的灰色牛仔裤，它上面这边是比较浅一点的灰色，然后下面就是深灰色。然后因为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太长，所以我就又卷了一折。今天就是穿这样，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之前出门都忘记跟大家分享饰品，所以我要记得要分享。我今天耳环戴的是一个圈圈耳环，这个是 Lime Mango 的，这个是我自己买的，然后他们后来有寄公关品给我，所以我之后再慢慢跟大家分享。我很常戴这个。然后今天的戒指是一个笑脸珍珠，这个是我今天才收到的，是 Oprah 寄给我的，这超可爱，它的笑脸是银色的，然后它旁边珠珠。是小珍珠，然后这个的话它是松紧的，所以其实你戴哪一只指头都可以。谁？哦，他要催我出门了。嗨，可惜被瓦固。走吧，我们现在要去浩浩店里试吃他们的新 菜，因为他们换了新的菜单，然后还帮他带了一件，他说他要蓝色的。超可爱，他说他把它剪成短版。啊，不要了，还是不要剪比较好。好，我们要出门了。耶、yeah. ！我们这次不会走错出口了。没错，二号出口已经正式的完工，大家以后都可以走二号出口。国父纪念馆，浩浩的木威尔医务所。我们今天有定位哦。我们是 B3 的客人。我们试新菜，苏还没来。苏。苏怎样？正常发挥啊。先解车看，先解车看。你穿的好看就直接剪了，这里有剪哦，可是这蛮舒服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不要剪啊。可是那么大、啊，这是我们的校服哎、欸。我没有。还是开玩笑。哦。哭了。长度怎么样？这二叉了还是三叉？好，大声说。我觉得剪短超辣。你剪短超辣的哎、欸。剪短超辣。剪短好像比较好看。浩浩这边有就是可以闻香的茶吗？对，就是他们店里面的所有茶。对，比如说桂花红茶或者是玫瑰红茶什么的。然后我们现在玩盲测游戏，没错。然后苏会拿给我们，让我们猜。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味道，矢车菊什么味道？不知道。好，那你现在随便拿一个。桃花的味道，我想要。先给他好了。好，哎、欸，你们可以拿你的手指头给我闻。是柴柴的味道吗？你准备偷看啊？没有，换它，然后会破掉。我觉得我知道。等一下，啊，知道这个味道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们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菊花。玫瑰。菊花。菊花。
个茶叶的味道。啊，我知道，阿萨姆，我知道，铁观音。哇，你好强哦！不能看啦，看就知道了。哦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有一点奶味。喂，奶味？我猜是，来，你说一二三。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已经被你看到，所以我已经知道答案。这个你看得出来了，金盏花吧？哇，因为今天才用 Kiehl's 的金盏花化妆水，变成化妆水一样的味道。但我真的看真的会那个。哎、欸，你是零鼻耶？零鼻是什么？零鼻？你现在是闭着眼睛还张着眼睛？不然我觉得我一直闭着眼睛。我现在是闭着眼睛啊，我一直都闭着眼睛。好，那你讲的时候是张眼睛还是闭着眼睛？你要给我的时候跟我说。好，我们再一次。你闻好。是你啊？你闻好。谁？欢迎谁？啊，我知道了。你闻过了吗？还没。好，你闻。我知道了。数到三讲出来吧。面包。一二三，香草。是香草吗？嗯、我又答对了。你好强哦！你可以去当闻香师哎、欸。我觉得闻的都一样啊。我也闻不出来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一个都没有闻出来，我好废哦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你又知道了。我真的知道。哦，这个我也知道了。一二三，洛神花。啊！耶、yeah! 啊！那老板推荐什么口味的饮料呢？我水是。我想要茶。你要点茶吗？你要茶吗？我想要来一个，还在那边。你还想我很智障？没有，结束了。我想要桃花。你没办法。嗯。我很想要啊，但我没有。总而言之，他们就是换了新的菜单，而且有新的菜色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试吃给大家看。不错。你上次已经吃过冬阴功的那个意大利面，对，我超想吃那个。那个真的蛮好吃的。然后我们上次有一起来吃那个马铃薯的花枝马铃薯，对，就是很像月亮虾饼的那一道。对，现在它其实整个菜单有点很多泰式的一些创意料理。对啊，我超喜欢吃泰式的，很赞的、哦。就是 Belinda 点的，什么你们觉得？然后它这边有个烟斗，是吸管，超酷的。但它的糖跟饮料都是分开的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加糖的话，就是把这个转开然后倒进去。所以你会加全部？哇！加满，我的冬阴功来了，最期待的东西。什么？我太期待这一道菜了，好吃的。给你们看，等一下你做了，主要是你做。好吃对不对？说好吃，好吃。我刚刚在我家做那个什么花椰菜，吓死人了。你要瞒我？它其实有很多种，如果你是找到，就找到。干嘛？你还要？为什么要偷我的面？我超爱这个哎、欸，这真的超好吃的，超入味。我觉得像你们有更好吃，因为我上次没有加柠檬，就更酸。大家喜欢吃泰式，可以来吃。猪血怎么样？哈哈哈哈哈！你也用了这个水？哈哈哈哈哈！是我难访问哎、欸。你的嘴型难受。你要拍我剥虾？用嘴巴剥虾。吃一下这个，老板剥的虾，特别好吃。我忘了它叫什么。Lexi Girl， 真 Lexi Girl， 全部剪掉。我的珍珠奶茶来了，直接简化。是没有加糖的、哦。对，然后我也要加糖。哎，我的糖为什么颜色不一样？你的糖，它的糖是茶的糖，对不对？我的糖是茶糖，它的糖是伯爵。伯爵茶糖。嗯，这个好喝。好，原来输在省这一颗。这真的有一个古早味的，的珍珠奶茶味，我觉得。那种怪可丽会有的，其他那种。你要凉鸡翅跟清炒时蔬意大利面，哇，会不会太会背了？我会背了，我要来上班了。好，开始。反正就是鸡翅，它里面原本翅膀的地方就有两股，嗯，然后就抓它的边边，然后稍微扭两下，它其实就会拔出来。所以我刚刚就把它里面的骨头拔出来，然后我这就可以，这整个是有的，变成去骨鸡翅，超赞，超酷。啊，你失败了。但我是跟盛源学的，是盛源教的。谢谢盛源。谢谢盛源。好吃。哦。酸酸的。礼拜一，刚刚说礼拜一。它是牛蛙凉鸡翅加红酒醋，是啊，嗯，很香哎。我们上次来吃那个马铃薯花枝饼来了，超棒！来来来，现在给大家试吃这个我们马铃薯花枝，花枝酥，什么？花枝酥。好酥
认真，超好吃，那真的超好吃，待会加点这个。它这是有加九层塔、欸，上次是没有。是吗？嗯。苏式意大利面就是很正常的意大利面，但味道淡淡的。对，它奶油味没有那么重，就是想要吃素的人可以吃。它是烟熏鲑鱼沙拉，就是烟熏鲑鱼跟沙拉沙拉。这酱是什么酱？忘了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。我真的忘了，因为我们蛮多酱，你看一下上面写什么。好的，我看。请我们小帮手帮忙看一下上面写什么，你闻闻看啦。老师要考试。凯撒吗？应该不是。应该是油醋酱。特制油醋酱。哦，油醋酱超赞。这个很关键。他想吃对不对？对，我真的超想吃这一道。鲈鱼马铃薯，嗯，它就是有鲈鱼的煎，就是有鲈鱼的煎，有煎过的鲈鱼，然后跟就是炸过的马铃薯片，所以我超想要吃这个马铃薯片吗？没错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我们的绿咖喱鸡肉饭上了，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？我又忘了，泡菜鸡，没错，泡菜烤起司鸡。你确定？起司烤鸡。好，算了算了，就是泡菜鸡。松露干贝炖饭哦，上面这个是干贝级的干贝，这一道是沙沙酱牛排，还有节瓜哦，超赞！还没结束，还有海陆拼盘。这道饭是有海，有陆，有马铃薯。没错，这道料理叫什么名字？酥炸甜玉米，好是名词，炸是动词。I'm walking around.Feeling free, thinking about what's happened to me from July up till now. Don't know where, don't know how. 我们现在来帮大家统整一下我们推荐的美食。好，我自己个人刚刚最喜欢的就是第一个，我绝对会给冬阴功海鲜意大利面，这个绝对是我的第一名。然后我的第二名是绿咖喱鸡肉饭，这个我都觉得超好吃。反正只要是泰式，大家都可以点啦。鸡肉真的很划算。对，然后鸡肉超多，而且超嫩。然后另一个我喜欢的是那个鲈鱼马铃薯，我觉得很特别。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会是鲈鱼。哈鲈鱼马铃薯里面有奶油、柠檬、柠檬奶油。有奶油。有柠檬奶油，奶油，所以它的味道就。你们提子鸡。所以它味道就蛮清爽、嗯，而且那个马铃薯是我最喜欢的那种。鲈鱼的皮我觉得很好吃，就是它有点烤到稍微有点焦焦的，对，很好吃，赞。下一个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那个绿咖喱鸡。那我觉得不能吃辣的人可能真的要注意一下，因为苏很不能吃辣，他吃一口就受不了。对，所以他很不能吃辣。但是我是觉得还有辣的味道，还干嘛？要不要？要不要先重来？没错。还干嘛好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那个辣度是 OK 的，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怕辣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会辣，对，有一点小辣，因为就考虑一下吧。对，因为上面有画两颗辣椒，是真的两颗辣椒。对，还有什么菜你觉得很特别？哦，苏觉得苏一直不进来自己讲，因为要吃太饱，苏辣死了，苏被绿咖喱鸡辣死了。苏非常推荐，就是纽澳良鸡翅，喜欢吃鸡翅。你要拍耶啦！喜欢吃鸡翅的朋友，不要错过我们木卫二医务所的纽澳良鸡翅。它的鸡翅特别在于，它有加那个酒醋，对对对。苏觉得那个酱很不错，没错，苏酱。我这样觉得，苏没有这样觉得吗？我们在篡改苏的发言。忘记了马铃薯花枝饼，对，马铃薯花枝饼是不败的最赞，因为我们上次来就觉得超好吃，然后这次添加了九层塔，九层塔，而且我刚刚说，哎、欸，添加了九层塔，他完全不想理我，因为我们在讲添加两个字，好像超怪，然后我们是大厨，我们添加了九层塔提他的味，所以他后来就是变得有点不同的层次，然后你们在切下去的剖面图也会看到绿绿的菜，对，你讲完之后超级不吸引人的感觉。反正我们一致认为那个马铃薯真的很好吃，对，还有绿咖喱也是一定必点。刚刚推荐大家那些东西都是我们觉得很好吃的，鲈鱼马铃薯赞，我觉得全部都要剪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嘛，那边砍一个大绿菜渣。靠腰，你看他，这
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刚刚怎么会跟你讲？屁呀、啊，你很贱哎、欸，心机鬼！我要讲话都要这样讲好啊！嗨，大家，我已经到家了，然后我现在要赶快去剪今天这个影片，因为现在我到家的时间好像已经一点了吧，所以真的要赶快去剪了，不然今天要超晚睡觉。那就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